主席啊，我们请蔡执委跟部长啊，司部长。好，部长跟主委，请。这个，我先请教这蔡执委啊，这个耶和华哈、啊、签署的这个时间表啊，我们如果以一个正常的这个政策来讲啊，确定一个时间表，是不是适当？像我们现在的政策里边说，我们六月份里边，我们六月中旬一定要签耶和华，那这个在时间表，在以政策来讲，是不是适当？在国际上的惯例哈、哦，通常他们在总是在一个谈判会有一定的时程啦哈、哦嗯，因为那这个时程，那个是只不过是预定的时程，那么至于实际的内容，这个是。应该这个实际谈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谈判，谈判的话就有谈判里边可能各种情况，那么但是这个谈判不是为了谈判为了签订时间而去定，应该就所以时间着重在这个内容了哈。那么这个质疑就是说说预估要怎么样未来哈，可能就是说在他的内部在参与这个谈判的人的这些判断哈、啊，应该就是说我们可以双方哈、啊、大概预期，那只不过是一个预期。其实我的了解是这样啊。我当然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其实像这种政策性的东西哦，尤其是涉及了两岸的高度的这种这个经济跟政治哈、哦，其实这个大陆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哦，谈判过程当中，如果说谈判哈、哦、意见有相左。哦，我们应该在整个的对外发表的时候哈、哦，我们向我们的院长说说，他也应该修正一下了，也应该修正一下他的这个说法，说耶和华要在六月哈、哦、中旬里面要签，啊、哦，事实上这个要稍微修正一下，因为如果说他应该修正怎么讲的，说两岸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现在尚在这个协商当中了，有关于清单的部分现在还在这个协商当中，还没有确定，那么等到这个确定了以后啊，我们。在对台湾的主权，对台湾的这个经济，那么有帮助啊，我们才会签。那么如果在这方面里边没有办法达到这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时候啊，我们还要继续谈判，一直到谈判，哦，对台湾的主权、台湾的经济，那么有相对的这个帮助的时候啊，我们才会签。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六月中旬里边呢、啊，能够完成这个谈判。万一谈判不成的话，我们还是会顺延。如果这样讲的话，我相信整个社会都会接受，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对整个政府对国人的这个照顾，对国人的这种关心，对政策的这种这个灵活度，它的这个哈、哦、这个敏锐度啊，那么才能够达到。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在这边这方面的发言哦，真的是有待商榷。包括我们的院长，我认为说院长是一个很聪明的院长，结果我发现到他发言里边哈、哦。还是有他检讨的这个空间在哈、哦，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相对的再就叫一下哈、哦，我们现在大概欧洲的一个联盟哈、哦，联盟协议哦，欧洲的联盟协议他说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创新，刚刚特别提到我们那个中少委员特别提到创新的问题，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产业的创新呢、啊，您认为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产业创新现在是提高，还是我们产业创新？还停滞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里面，有没有提升？部长，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台湾的产业的创新的能力哈、哦，跟它的表现，一直都被国际的组织呢高度的肯定，高度的肯定。那相较于过去的话，我们还属于高档，还属于高档，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排行里面，我们创新的表现在世界各国里面大概都属于前段班。都在前五名左右，大概这个范围在那边。但是呢，这要注意哦。我了解。你这样讲的话哦，我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啊。我听懂。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说我们就虽然停留在高段，我们进步的速度是不是更快？对。哦，是不是进步更快？我太慢了。对。我们创新进步太慢，因为别的国家创新进步很快嘛。我听懂。对，比我们更快嘛。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整个这个创新的这个哦，是在衰退嘛。在国际间欧洲的这种像他们这个做了调查以后啊，发现到我们的这个创新是从过去的这个十几名啊、哦、
降到现在17名，它是第17名的。全球的这个国际创新的、哦、这个品牌创新的、啊、这个产业创新，从第17名降到现在25名了。说明就表示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个经济啊，这个产业啊，哦，它也没有很用心。我们发现很多产业，它本身并不是说它自己去创造，它去研发，而是完全在依赖政府的这一个研发，然后取得政府这个研发的这一部分里边呢、啊，来达到他们这个经营的这个目的。所以让我们的产业创新，那么整个这一个创新的这一个数值哈、哦，整个降低下来，这个速度哈、哦、缓慢下来，因为他们依赖第三者来帮忙他们创新，所以我们台湾的产业为什么说在创新这方面里边我们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非常可怕，下降到第25名是非常非常可怕。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委员刚才讲的下降到20几名，大概是指国家竞争力的评比，我们有。理解没有错，那更严重啊！对啊，那更严重、啊。但是呢，在国家竞争力评比，它的项目很多了哈，项目很多，其中处于产业创新这一块哈，我刚才报告过，我们大概都还是名列前茅。但委员关心是对的，就是说我们目前创新的成长是不是缓下来了？这点的确要值得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哦，所以这个经济部里面呢、哦，对这方面一定要特别的。这个了解，完全了解。创新已经缓慢下来的哈、哦。已经缓慢下来，这个对台湾的未来的经济成长是有负面的。这点我完全同意委员的看法，就是说台湾一定要持续往创新去走，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不然没有创新的话，台湾的经济是不可能成长。了解了解。我在这段再就教一下哈。今天的这个台湾，我想我们在站在整个这个经济哈这个形势里面，国际的这个经济哈，包括经贸关系，我想你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现在我们以前依赖美国的，我们出口跟美国的正负成长里面，出口的正负成长，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哦，当时高达到48%多点多，当时整个经济大概都是在依赖在美国里面的，那是风险非常高。那我们当时进口，因为我们产业啊落后日本非常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对日本的这个进口依赖度非常高。高达到30%，所以当时我们没有日本，台湾几乎产业没有办法生存。台湾产业几乎没有办法生存。我们现在对日本的这个产业里边，我们的这种依赖度啊，因为台湾的这个技术各方面都已经在成长，但日本现在经济萧条，照他们的这个创新的这种产业里边呢、啊，在下降，所以我们现在依赖日本的这个程度啊，已经下降到10%，对不对？了解。从过去的贸易来看，日本已经下降，比重下降到30%。那下降30%，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很高兴说我们的产业升级，我们产业有在提升。事实上是因为日本它本身的创新，它的产业它一直没有提升上来，它停滞在那个地方。它虽然一直想要研发，但研发不出来。世界各国的这个科技里面哦，比它更快速。像日本它自己知道啊，在这方面里面哦，他们非常忧心。他们非常忧心，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哦，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对大陆之间一个法签了以后，对台湾的这个影响，整体的这个影响的这个风险评估啊，这个风险评估你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现在依赖大陆的程度，现在已经高达到出口哈、哦、依赖包括香港大概42%，包括香港大概42%，对42.8%了，快43%了，以一个正常的出口的依赖。是最好不要超过40%，超过40%，将来的风险都会增高，啊，风险增高会被对方掐住，所以台湾现在一个法签，我们真正的精神在哪一个地方？这一点站在经济部跟这个经济会里面呢、啊，你们应该说清楚。了解，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一个法签了，只是针对大陆的市场需求，而签这个一个法，那对台湾的正面来讲，它是负的。我想这样讲，你知道，我跟他绝对是负的，是的，哦，因为依赖大陆会依赖大陆的这个经济哈、哦、的这个出口的这个百分比哈、哦，它的这个风险会增高，因为完全靠大陆，刚简单啊，那么跟来当跌100公斤呢，你一摆要甲叫伊跌500公斤落去，迄扛起来中间啊，两个人都爱扛，四个人都爱扛起来了，迄扛袂起来了，遐。拿地全，搭地，搭地规个伊落啊全，
那个跟他骆驼似的这样一直留下来，啊、哦，所以鬼拿动没掉，动干那么多，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哈、哦，希望说耶和华的精神，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两岸的耶和华签署，我们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的在哪一个地方？大陆的目的要什么？我们相当清楚，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大陆也知道，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排除这一方面的这个风险？就是签了耶和华，我们必须要立足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我们要发展、扩展到整个国际的这个市场，把我们出口的这个市场分散到其他第三国家。第三国家，那这样子的话，对台湾整个经济的这个稳定性，经济对国外哦单一的这种依赖性，才会降低我们的风险。我们跟委员，我听懂，谢谢委员的说明，非常的清楚哈、哦。能不能做两点的补充给委员做参考？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形态很特殊，我们刚才讲到大陆的市场这一块，事实上台湾有大量的外销到大陆的货品是在大陆组装之后，最终市场是在美国、欧洲跟日本，这我也很清楚在那边。所以这个呢，我们卖销印产品到大陆是有点不太一样，这第一个特色不一样。第二点，谢了委的指教是说，我们在谈 ECFA 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将来对市场的分散，能够全球做市场这个精神跟方向，也是经济部在努力跟委员报告一下。所以你要想讲清楚嘛。是的，现在整个耶和华要签的耶和华的这个方向跟精神已经被完全政治化，所以刚刚特别提到说大陆要的是什么，我们台湾要的是什么，你跟我们都很清楚，政府我相信也很清楚，只是有很多事情不能讲，但是我们要的，我们要去做的，怎么样来避免风险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边，一个特定风险的分配分散是一定要做的工作，一定要做的工作。风险不分散的话，哈，台湾将来被掐住的话，那黑的时阵要救的维护啊。这个风险万转东移，你知道要救的维护啊。所以我希望哈，你们将来在这一块里面呢，一定要去把它哈做非常详细的这个哈这个政策，把它非常详细的，希望鼓励我们的厂商。那么能够分散我们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出口，哦，分散我们国际我们的出口，哦，货物的这个出口能够分散到其他的第三地区里边，才能够达到台湾的这个经济的稳定性。了解，谢谢委员指教，经济部一定会把布局全球、经营全球当作重点来业务推动，对对，这一定是整个的核心。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是排这个，就是要让你知道说我们要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集中在同一个地区，了解要分散风险，了解，这才是我们真正我们今天在谈的重点。了解，听好，听好，谢谢。